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黄梅班鲁郭学明。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小二爱吃青菜。有一个农夫，每天都到田里面工作，捡到一只小鳄鱼，把小鳄鱼捡回家。小二爱吃青菜，农夫每天都为小鳄鱼吃那个高丽菜、花椰菜、红萝卜、青椒菜。村子里没有一个医生来了，看大家肚子有细菌，大家肚子都有细菌，只有小鳄鱼肚子没有细菌。为小鳄鱼吃青菜，大家要知道吃青菜的好处，大家也跟着吃青菜了。谢谢大家，我的故事讲完了。